今天我们住的是沐月时尚精品汽车旅馆，我们上去看看吧。哇，楼梯好高哦！敲敲敲，帮我开门。找谁？要找谁？入住，我是今天的房客。欢迎光临。好、啊。其实这个 hotel 是只能睡两个人的，但是因为我们有小朋友，所以我们就加了一张床，然后他还很可爱，弄了很可爱的那个什么，被子给小朋友，那个翅膀就给航航。看一下浴室，里面的浴缸超棒的，这样可以来泡一下按摩浴缸哎、欸。哇，超大的，而且不贵，价钱不方便透露，但是真的还好，没有很贵，很亲民的价格。对，然后它是刚开幕没有算很久的那个哦汽车旅馆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干湿分离，对，干湿分离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，这样子就够让小孩跑啦。真的，电视你看这么大一台。好，还不错，今天应该可以做个好梦，睡个好觉。是吧？开心吗？你看这被子多好，给你弄了一个粉红色爱心的被被。对，志宝说很喜欢。你们俩小朋友就睡这边了，一人睡一个。这是什么？你们体操的？留下来。
怎么说出口？记忆涌上心头。我不过是分手。有十年是不是？不知啊。如果爱与你没有要求，牵牵手上就像旅游，再牵手我的胃口。总有一个人让我心碎。十年之后，我们还是朋友，爱可以不够，只是那种温柔，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既然最后难变沦为朋友。早上喽，我们要去吃早餐喽，走。白天的画面，沐月汽车旅馆饭店区，我们要去吃早餐喽。早餐